没理你，没理你。只是说我回去会放完认不得，因为太黑了啊。但你会变得很性感，因为 Hey mommy, sexy. Hey mommy, sexy. 那边听我老公，干跳来。Hey mommy, Hey mommy, Hey mommy, you sexy. 快点听我另一个。我们现在要进到茶室了。我们今天要做那个抹茶。刚刚体验了很道地的抹茶。这边拍拍画。抹抹茶。抹茶，超可爱的。可以。然后刚刚他还有来回来。可以看一下你的自己的镜头吗？自己的镜头。没关系，去，让他去。都去了，姑娘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知道我们里面到底塞了多少毛巾？哇！每一根毛巾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。好一个六条，然后里面还要穿这个衬衣啊，女生多麻烦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用掉的，把它吊起来，然后它里面也是一个欧米伽。鸡，啊，鸡，鸡，我是鸡，是鸡。这里跟大家说一次，我们每一次买的玉手呢，每一年都要来任何神宫都可以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反雀口，然后每一年戴完之后，它保完你平安，祈求完之后就要拿回来反雀口还，然后再买新的。这很多人不知道，记得玉手是每一年需要归还的。现在来到那个山口的地方电视台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上的是这个热血 TV。因为我们刚刚是彩排，然后又在总彩，对，然后跟最后 final 正式上场，我在流汗，现在在爆汗，我明明就在冷气房里面。好啦，总之结束了，我们赶快妆换一换，要干嘛的？要吃饭了，等一下啊！吃饭，我妈先走。等一下，行李放一放，好像就差不多要去便利商店了。今天就先这样喽，晚安。今天终于想到要好好开仓了。然后，因为这几天我们也是其实去了超多地方的，昨天买了个，哇，这个超可爱的。我刚开始看到这个鸡超可爱，但是鸡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只是单纯觉得它很可爱，所以我就买它而已。然后龙呢，是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好像不买自己的生肖好像不对，所以我买了一个龙。再来呢，好，我买了一个这个，因为我们昨天去的地方是算是求头脑的，然后我买了一个比较相关的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圣手，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希望都能够顺利利，然后胜利，希望乐天可以拿下今年总冠军，好不好？顺利的拿下胜利。这个呢是 Yumei Kanau 的玉手，就是希望梦想能够实现。它的正面看是一个梦，梦想的梦，然后侧面看是会实现。昨天的战利品不是只有玉手，还有这个，我脚上的苏米扣库莱西，你看珍珠坐在河豚上，恐龙企鹅问号也是抱着我们的河豚，好可爱啊！这边是五六日才会开的，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们很多那个海港的那样，然后这里面就是买海鲜，然后我们现在有那个2000块的午餐费，嘿嘿，哇，琳琅满目，要吃啥呢？哇，看。
看这个虾子 ，Oh my god！ 妈妈萨姆，好扯！哇，这又是另外一间 ，Oh my god！ 哇塞 ，OK， 买完了，海景第一排。我们可爱的阿尼基带我们吃来三口，先吃好料，然后喝好料。陈一鲁，陈一鲁，快要来了，快来了！啊，陈一鲁，没理你，没理你。只是说我回去会胖完认不得，因为太黑了啊。你但你会变得很性感，因为Hey mommy, it's sexy. Hey mommy, it's sexy. 你没听我说？干跳来。Hey mommy.Hey mommy, hey mommy, you sexy. Hey mommy, you beautiful. 啊！哇，好好看哦！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吗？我们今天要做的。啊，我们的底色是白色，然后先选两个颜色。然后跟一般。嗨。不可能，一个开始老师要帮你用吧？不好意思 ，excuse me， 打扰了。哦，我们听说今天是三人一间，超大间。哦，好大哦！天哪！哇塞！哇，这个是迷宫吗？哎，超大哎！先开灯，等一等。哎，你看，超大。两张床哦，一个人要睡榻榻米。我知道了啦，哎，你直接睡在这里面，跟哆啦 A 梦一样，跟哆啦 A 梦一样。对啊，睡上下铺啊。现在在互相帮忙拍照哈，陈英是拍照大师。我的希望电影给。我们前面有两锅，一是牛肉，然后另外这个呢是鲍鱼，小心哦。哦，好大哦！昆布黑糖盐，黑色。刚刚单吃它蛮咸的。好吃哎！再说一次，这个是什么碗？加糯米。这是喝茶的碗，我们把它拿来吃咸的。哇！哦哦。多多利奥。对了，对面那个日本人没有阻止我们。拿这个碗。哎，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？这样才有效啊！没做效果。哎，豆酒呢？到底刚推去哪里呀、啊？推太远了，推太远了。而且这边看夜景超美，两鸡蛋。
我以为要这个。好，你什么时候换的啦？笑死了、欸！我要流汗嘞、欸！怎么会这样子？紧张还是要紧张？陈小姐，陈小姐，她最近很可爱，你们没看过？红这样了吧？你红了，我红了，红了吧？那我们再喝一杯，越喝越红。再喝一杯，要不然？你们帮我吹头发，好像还没干，但是好像。我都不在场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要等，我要等那个女鬼。陈英好棒哦！耶，我马上睡觉了。陈英晚安，晚安，再见，好，拜拜。